欢迎回来，现在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的主将战，由柯洁对阵陈耀烨。他们俩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这个4月份的天元战的这个决赛上也是两人也相遇，而且小柯同学是第一盘气势汹汹的赢下来之后被逆转了，也是算是大哥给他上了一课吧。对对，长了一些经验。是的是的，经验值长了一些。那像但是他们的总交锋还是3-3打平，可以说是很势均力敌的嘛。那这盘棋相信小柯应该还是很想找大哥报仇一下的。对，就他们两个棋风来说吧，跟那盘棋又是截然不同了。那盘棋就是以力对力，两力两心。这盘棋呢，这个柯洁呢，因为也是我的队友，也是云南队的啊，也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可以这么说。对。然后他的棋，他因为是平时下很多很多的网棋，他一个月在一城下个100多盘很正常，就属于这种，是靠网棋练出来，所以他的感觉很好。棋感很好。就是对杀计算这非常敏锐。嗯。然后呢，但陈耀烨呢，大家都知道了，陈耀烨就是时控流嘛，是的，就是先捞后洗，所以说他们俩的特点不一样。一个是擅长中盘的这种攻杀，一个是擅长后半盘的这个官子，所以说应该是那个立矛对上后盾了吧，这盘棋应该是这样说。那就从这个用时上双方的刀都很快吗？还是也差不多？柯洁是非常非常快啊，肯定是快刀流的，几乎下棋是不太想的，我感觉陈耀烨的棋呢谈不上特别快，但是也不慢，反正也就比较正常的，对，也很少读秒，我感觉是。是。那我们还是话不多说，先进入棋局。柯洁执黑。我觉得今天的这两盘棋的布局还都不是这种像前一段特别流行的那种，买一个套路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走。这个双小木，我刚说这双小木很流行，这双小木又来了。果然，可能双小木就是打破黑棋意图的一个布局。但柯洁作为这种95后的年轻代表，他可不管你有什么，他就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有什么套路我也不管。对，先挂两下，然后挂上面白棋尖，黑棋，然后白棋再挂，高挂，对。这盘棋双方已经上来把每一个角都挂一遍。白棋高挂啊，就是不是特别常见。对，正常来说跳一下肯定是完成定式。那黑棋拆三，就这样是比较普通一些可能陈耀烨觉得对黑棋这个配置他可能觉得不是特别满意，让黑棋想这样以后不好动手这个地方。他这步挂高挂的用意呢，他本来是，如果他是希望这样。嗯，他也来一个这个挂，然后如果你也尖一个，你也学白棋尖一个，那么他粘上，你跳一个，走一个，然后他拆一个。这样的话呢，由于这个地方把黑棋压到三路，下了这个无忧角定式之后呢，不是无忧，这个脱退定式之后，对，那这个地方的价值就变小了，这个靠下来就价值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了。他就想把这步棋看是不是能省略一下，因为他觉得，因为这个地方这个拆总是一手很大的棋，那如果现在这步棋不到一手棋的价值的话，那他这两步他就不应该交换。他这样就便宜了，这也是白棋的用意。还是比较积极吧，相对来说下的。对，就比这种普通的走定式会更有追求一点，但实战黑棋也是，当然。说明现在不能让你如意啊。对，这个年轻的柯洁还是给陈耀烨造成了压力，他就觉得这个棋得下得积极一些，是，也不能普通的就铺铺地板。对，不能就是简简单单的走。那么白棋挂的时候，黑棋也是不走寻常路。对，这个就是年轻人的朝气就体现出来了。加在这里啊。对，用意也很直接明了，意思就是你首先这边没地拆了，对，你这个交换不了了，没法交换。那我这个地方你还欠着一手棋呢。对，然后白棋也是飞上面。对，黑棋这步也是想兼顾就是两边的一个对，这步棋这个选点还不错，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打入的话它可以跟你靠断了。对，它可以这么下这个局部，就不是这种普通的本身这种简单的尖出。这样好像白棋挺没劲的。对，挺没劲的。你要是打高的话，黑棋可以
可以靠压，也可以尖出来。哦，这样的话就显得白棋很无理。就算我尖一个的话，等于你现在逼在这儿，肯定是无理了呀。是啊，对。所以说这步棋还是挺有想法的，我觉得。嗯，那实战白棋就这个。嗯，然后跳黑棋吧。这两个人的对局跟刚才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对，我们前面说刚刚那两个人是很慢的，这两个人是，而且这个棋这么激烈也下得这么快，我感觉是这一段，然后这迅速就形成了一个转换。对，这而且这个很大型啊，这个地方被暴吃成这样，对，可以说白棋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对，但是白棋也收获到了这个。这个下棋有时候他下得快，他也是比气势可能是啊，就双方契合。啊，对对，嗯。是，哎，那说到这个快，我就想到最近 TV 就是在筹办一个全新的比赛，叫做这个极速对抗赛，它其实就是突出的一个字快。啊，对，这个比赛我也听说了，应该是挺刺激，挺有看头的。嗯，好像是叫做那个首届那个 SSW 康廷围棋 TV 极速对抗赛。啊，这个比赛大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全现场赛事画面直播的一个比赛。哦，是这样。哎，那对，松哥你英语特别好，考你一下，这个 SSW 你知道是什么的缩写吗？你猜一下。SSW 应该是，首先有一个速度。对啊，那就是 so speed world of world。没有 ，W 是因为就是以中国的这个系统来讲，用的是围棋嘛。啊，对，因为对，虽然说肯定是更认同的，肯定是那个 GO 更就是。对，还有一个 S 是什么意思呢？嗯，它这次是取的 super 这个意思，因为 super 也有比较广泛的意思，当然有超级啊，然后啊，就是从字面来说是 super speed 围棋是吧？啊，对。那本这次的这个首届康廷杯围棋 TV 极速对抗赛也是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全新的赛制，是分为南北朱雀玄武两个队进行对抗，而比赛的内容是双人十秒连起，而且还有大咖教练在旁边没现场督战。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解说这次呢是准备采用类似于 NBA 那样的解说，就是只有声音跟随着现场比赛的画面的声音解说，而不摆任何变化图，是不是还挺有颠覆性的？啊，对对对，这个确实非常有想法，我觉得。嗯，啊，就是完全就是颠覆了以前那种传统比赛的一些观念。啊，啊，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觉得就通过这个比赛，嗯，就是我感觉这个比赛不仅仅是就是停留在这个棋盘的竞技层面了，哦，它甚至扩展到了就是双方教练需要布置一些战术啊，嗯，然后那个排兵布阵看谁上场，嗯，然后呢两个上场的队员因为是二对二的连棋嘛，对，两个上场的队员呢还得是哎棋风得兼容，不能说是一个喜欢收官，哦，哎一个喜欢力战，因为你只有十秒时间，根本来不及太多的思考。嗯，如果两个人的棋风南辕北辙的话，那是下一会儿的棋肯定就走远了。啊，是，就一个人想干这个，一个人想干那个，就真的不行。对对对对对对。嗯，是，而且我觉得平时我们这种直播的比赛的时间都比较长，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看得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这个比赛相信肯定是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因为十秒的催促，可能你眨个眼就已经下了好多棋。对对，那这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看好这个比赛的前景还有收视率。嗯，是，嗯，因为出战的这个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对对，我听说是有多达九位世界冠军加盟。是啊是啊，而且还是一直在就是没有公布，以那个刘老板的武侠小说每天公布两名刘老板的那个武侠小说连载。嗯，对，啊，对，然后每天公布一些阵容，然后里面还穿插了一些什么爱情故事之类的。看来刘老板还是很有才啊。那现在就已经被大家知道的，首先是南方朱雀队的教练是常浩，常浩九段，然后北方的教练是周鹤阳，对，周鹤阳九段，就是以这两个人的
这个在围棋界的地位来说，当这个教练是当之无愧，肯定。嗯，是的。然后呢，他们分别也带领了这个现在已经公布出的各三名队员，南方是柯洁、古林毅和范廷钰。啊，然后北方是我看了公布的，嗯，是连笑，嗯，然后周瑞阳、陀佳希，啊，嗯，是。那后面基本上就剩下的应该没公布的也都是世界冠军。对。所以也请大家锁定围棋 TV， 然后千万不要忘了下周三晚7:30关注我们，然后一定不要错过哈。嗯，记得关注这个比赛，一定会非常好看，我觉得。是吧？嗯、不好看就找松哥，觉得不好看的就找你。没有没有，不好看你就找刘老板吧，他的问题。嗯。行，那回到这盘比赛。好，扯得有点远。这盘比赛也算是联赛里头的极速对抗赛了。哦，对，因为他们落子确实非常的快。然后，对，白棋这步棋是想借鉴吗？还是？对，这步棋的意思就是想，其实是想让你贴，就是逼迫着你往那走。啊。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嗯，加一个这种也是，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个被跳加不舒服，大概是。就这个局部。对，他这个一个是逼着你贴，一个是防你这个跳加。那如果我现在再跳加的话，白棋他就贴。啊，我现在。你如果要敢搬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要打断了吧，冲断了吧。就是这样。这样黑棋就是有一点不舒服。本身我应该是要，本身我。对，本身应该是接住的。接住。这样他打这个。但现在我被你打了一下。对。然后你再补回。他在那里吃回。嗯，这样，但这样好像补也不见得，对，也不见得不好。还是，哎，但还白棋现在是不是可以跟着应？不行，这样的话黑棋打了长。哦。对你只能贴这个了，肯定不对。嗯，对，确实太勉强。对。这个我虽然双子有力，但我不能被你夹死，所以我只能这种方式。黑棋这个对这样肯定是这样打了一连扳啊、嗯。那黑棋这个下法看着也挺，虽然感觉有点无理。白棋如果打这个，黑棋就长，白棋打一下啊，再补再补，那黑棋断。我觉得黑棋也不是很怕，黑棋也不太怕。嗯，这三个子这个如果吃的很干的话，目数并不大。嗯，不知道他们俩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这好像黑棋依然对，依然可以走这个。嗯，那、啊、这样白棋怎么办呢？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敢走那个的话，你这个这步加反而变成坏棋了。对，因为你想，我如果有这么厚的后势，你离我这么近，对你如果只能搬这个，那粘上的这步加就非常非常有问题了。对，太愚蠢了！你想现在的话，这样肯定是所以白棋是肯定要冲的，这时候。那冲完以后，可以说打吃也是必然的，我不能再忍回去吧？对，主要是你再忍回去也一样的。莫非他是准备这样？哦。然后打这个。哦。然后这样吃掉这个子，莫非是？这个子我啃死了。就算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也不是太怕呀。嗯。这可能也是一个变化，对，讲不清。即使这个子死了，这味道很怪。嗯，而且黑棋在这个地方已经先得很多了，对，这边稍微损失一点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嗯、肯定比他实战这个俗压强。嗯，看来这个有时候这个棋下太快还是嗯，可能我觉得柯洁这地方没有太多想，他大概觉得人家加这个、嗯、我这个不过从第一感来说，你白棋加在这，如果黑棋还这个跳了班，有点确实有点不太敢想，对，有点怪啊，因为我们刚刚也没仔细看，就下意识的已经是帮这个白棋已经对宣布胜利，因为觉得白棋觉得正义，对，白棋就是想防这个嘛，对，但是摆一摆发现却也不见得，哎，这个好像挺有利的，嗯，但实战可能他们也急速了一下，就没、嗯、没想太多，黑棋就那就是很简单，黑棋下法非常简单，就是一阵贴，对，然后再。再加、嗯、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感觉被白棋这个达到意图了啊、嗯？对，这样的话起码白棋心里头是舒服的，对，就我就这么想的、嗯、对，嗯，那么加以后白棋再打入，嗯，黑棋跳阻断，嗯，白棋跳，嗯，然后黑棋拆，
白棋再把这个拆了。像这种贴啊，就是我觉得也体现了年轻棋手，就五后年轻一个特点，他就是不讲什么俗不俗，哎，他这个我这么下挺好啊，就是这可能要是换一个，就是从小这个或者说是小时候可能看日本围棋，如果是换70年代的棋手，像他们七小龙啊、程浩他们、周和阳他们，就是哎，可能受日本围棋熏陶比较多的，会觉得、哎、这种棋，反正他也许还会这么下，但他会很慎重，他不轻易这么下。但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无所谓，这个我觉得我这么下挺好，走完之后我能抢到这个拆，你这个可能挺落空了。对，我还觉得我两边都走到了、哎。对对对、嗯，他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啊。是。等于一个是迫不得已非常谨慎的这么下、嗯、然后另外一种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嗯、就一路向前。嗯，那么黑棋再拆，白棋靠，棋盘白棋断，棋粘白棋撤，下白棋跳出，嗯，上白棋跳出，嗯，下成这样，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差不多就结束？嗯，一开始这个转换我第一感是黑棋好啊、嗯哦、因为这个很充分局部，对，因为这个白棋这些子太就位置都太不好、嗯、太散太乱了啊、嗯、而这个局部呢，黑棋其实上如果断的时候没打下单长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局部，但只是打一下稍微有点臭而已啊、嗯、是，所以我觉得但黑棋后面这些贴可能稍微有点简单下的。嗯、但这个局面的话我觉得还是黑棋好掌握一些，尤其以他们两个棋风来看的话、嗯、都是比较酷爱实地、嗯、然后都是喜欢去洗别人掏别人的空、嗯、所以说可能黑棋好掌握一些，我觉得嗯，就是黑棋现在手握的钱、嗯、手握的实地更多、哎、对，然后现在白棋就是看这块到底能收获多大的利益了、嗯，但黑棋你看实战这个下把我也觉得应该是形势乐观的下把、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对，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消一消就行了啊。是，就说明对局面已经非常乐观了。嗯，白棋也是坚住，对，黑棋就接着进、嗯、就往外走，嗯，这样白棋现在是不是得在下面动手，上面应该也没什么走的。对，下面这步棋好像挺有才华的，我觉得碰了一个、嗯、如果普通一点的话就是普通一点也不知道走哪，我感觉飞一个吧、嗯、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肯定不会去粘了、啊、我觉得对，现在粘了去拆二的话有点太慢了、嗯、太重了，对，我觉得大概普通一点大概是这种飞一个之类的、嗯、就是这样的话我下一步这个要还是要打入你、啊、如果你补的话那我这个就先不走了，我就从轻了啊。嗯，因为现在棋盘上有这一步棋啊，这大概能尖吧，应该是。哇，这步棋非常大。对、嗯，这个我可以先加掉。加我只能粘。对、嗯。这有一步，这个棋是非常大。啊，尖、嗯、可能味道不太好，还是盯一个算了啊、嗯。就算这样，等于这之间就整个脚上的木头。对对。正常来说其实走这个抢个先手走那个也可以，我觉得那步棋如果抢到的话实地可能瞬间就平衡，对，还是能平衡住的。嗯，但实际上白棋我估计是考虑他觉得黑棋中间这四个子儿嗯还很薄，嗯，他是不肯轻易的就是放手，就是还是想怎么样，还是想让黑棋不舒服，就是纠缠着黑棋那四个字，他这个碰也有这个想法、嗯、我觉得是。嗯，但是白棋确实也没有厚到那个程度，因为自己本身也有断点、嗯、所以他可能直接出手肯定是不行，他现在想争取长几个子。对，接下来黑棋这个单断还是比较灵活的，我觉得。嗯，如果扳的话白棋肯定是要退。哦，这样的话这个扳还是很，对，这个扳很大，一个人你这个立在这儿呢形状不好，哦、这地方我随时有断，哦，等于这个搬在一个有断的地方。嗯，这两下好像白棋确实偏、嗯、对，所以黑棋直接就断在这儿了，他也不去了，不想跟你走。黑棋的想法也很简单，哎，我这个子其实也很轻，哦，就是你白棋是想从轻处理，但黑棋其实我现在变成黑棋从轻处理，他觉得我这个子很轻，嗯，你这个搬这个什么我也其实急了我也可以不走，嗯。啊，实战他还是硬，这样就是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搬一下啊、嗯。
那本来这个地方黑棋是比较厚的嘛，那白棋这两个子儿，如果只是自己跑的话，应该是相当没劲。对对对，白棋这两个子用意还是在于想纠缠这个中间啊，就等啊。于贯彻它，对，还是想觉得你中间没付完钱，我还要再刮一点。判断一下形势，我估计对，如果这样他的大话，概还是判断了形势，他觉得可能实地可能对，不是黑太棋乐虎观，我下觉得底啊。上面白棋大概是多少？这块棋大概是20目棋嘛，嗯，然后这这个个角，角大概是11、12、13、10、13目棋可以点，我觉得。然后这个点10目棋，嗯，那白棋就是全盘45目，可能弱一点点，差不多45目棋。黑那么棋黑这个棋地呢？方是5、5、6、7、8、9、10、11，这块15目。15目这块棋的话，差不多也有15目吧。如果白棋这不敢打出来的话，三十目。30目，然后，但这个地方有打入，就是对，如果这地方没打入的话，黑棋现在失控肯定是领先了，因为白棋只有45目嘛。对，这个地方这块棋大概有接近三，也大概黑棋55目肯定不止，但这个地方呢，对，还是欠着打入。但是呢，白棋这个也薄，所以白棋也不见得敢打入。也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看黑棋没起的话，目数黑棋是有利的，对对，嗯。大概那个我陈小叶判断，他觉得这样的话，因为黑棋虎到这个之后，黑棋这块也没有什么死活的担忧，嗯，而且白棋这地方牵着中断，对，就整个现在有可能白棋还薄一点，然后是，失控也稍微差一点，他可能觉得形势不是太乐观啊，嗯，所以他就选择了这对，也是很积极。个，看这盘棋，陈阳烨的态度一直都很积极，对。下的，但是这个棋上对来这个局这个飞可能还是草率了一点点，我感觉。嗯，是，就总觉得这个被翻出来，有点像找劫才能找出这种效果。但这个地方就像松哥说的，跟普通定式其实差，看上去差的也不对，是很白多。棋当初有可能先点，或许会好一点，我觉就得是不飞先点是吧？对，那我们看他现在是这黑棋是断断。了一个，白棋搬一下以后加了一下，这是白棋然的选后再回到这个阵。小黑棋，黑棋择，黑棋也简单，就就往上朴编实。呗啊！你反正封不住我。嗯，白棋飞，黑棋的。然后白棋再打入高的，这个选点它低的是担心什么呢？他主要觉得下面没目，我觉得，他觉得没低意的义，黑就棋是黑棋低如的果应该跟着能出牵出来头，吧，他觉得这样头快可能比较重要，我觉得就是，是它中间是不是还想兼顾一下？对，他觉得他主要觉得下头没目，而且他认为黑棋这个棋吧，随时飞一飞也是活的，所以他觉得打高的，但这个高的也有点问题，这高的变成后手就是对黑棋的压力也小一对。些，黑的黑就棋直是接这样长，横长，再捞一盘，是也非常大，白棋尖，尖住，黑棋飞过。看上去好像黑棋还是接着在捞，白棋也没有很明显的收获对，黑棋这个下法很不好对付，呀。尤其是可能让陈耀烨更不爽。这个我这么喜欢实控的情况下，你把目全捞了，我这……这个柯洁这2年棋还涨得比较快一些。原来的话，它就是就是攻杀方面特点很强，计算力快，然后的话，但是有时候棋会有些偏激啊那些。这2年的话，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棋以外的东西见识啊各方面增长了之后，这个整体的一个水平就在提高。就你看他现在下棋，不仅只是会攻杀，像这种局面，他也有自己的心得。是，他目前在联赛中好像是全胜了。对，对对对，但是非还常没厉输过，害，对，好太像厉是唯害，一一个保持全胜的，对六对战全对，胜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都说这个围甲，因为中国棋手这个，人才辈出的情况下，围甲是一个非常难下的比赛，能够在这个这么硬的比赛中6连胜，也是展现非了，常难，非常柯难洁的实力。然后是白压的，点，终于肯定还是要攻一下嘛。这两个子其实对，好又像，是为这个攻这块去做准备，但黑棋冲，
啊，一冲这好像他这个点是点不到，看来这个地方这没办法，黑棋白棋这样不好意思退，退的话又被黑棋冲一下，对，还是断不进来，这断被扳死了，被扳死了，对，只能再撑。那被捅了这两下以后呢？捅了这两下之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这个地方全保了，你将来这个丁这还有侯，这个控的不好位了，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吃黑棋了，就只有吃这个、对对，不然的话控制怎么也不够。那实际上陈小野还觉得还局面可能还到不了这一步啊，就是没必要。对，主要是白棋应该是比较勉强，属于不是很有成算的一个战斗。实际上他是选择把这个空捞掉。嗯，但这样也有个问题，就是他落了后手，这个被黑棋抢了。对，这个也是，我觉得白棋用这点目数被黑棋捞到这个，是不是目数上可能又亏了？也差也不便宜、不过这个也很大，这个也很大，对、嗯、这个跟后保还有点关系。哦，下成这样，那总体感觉来说黑棋的实控还是，对，如果说刚刚是略占优的话，现在应该也不会差。对，因为黑棋整个这个都是在还是比较乐观，实控应该是都在贯彻着捞目的意图。这两个人确实下的真快。对，然后白棋跳关子已经收差不多快收完了。嗯，主要是跟那盘棋，其实可能他们这个速度也正常，嗯、但是今天呢，另外一盘棋确实进程比较慢一点。嗯，实战黑棋尖，白棋定，白。现在黑棋还是必须要联络的。对，这地方有一掐吃嘛，应该。嗯，但是我不能用这种猥琐的做。然后还是不开。点了一下。嗯。白棋应。这个点一下，也没看出来它用意何在。嗯。还该补还得补，但这棋就是白棋这一下粘完，我不能这种。猥琐做活不好。你白棋还不，白棋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直接？还是你还是可以做活？对，哎，活总是活的。嗯，那我其实活了，你这一下吃也有一点损啊、哦，还是你要吃恰吃？他实战就是脱线了吧？哦，但他实战还多少还是有一种在，照顾中央的感觉，他实战是脏。哎，他是不是就是这个也是间接的在补中央，这样确保这个尖是绝线、对对。然后中间也不给白棋成功。中央是这样，只能吃这个。对。接上。嗯。这样，那我尖总是活的。对，总是活的，只要这个尖线上总是活棋，这两个 A、B 两点见合。是的。所以他一定是飞这个，确实。这步棋就是让中白棋。走了半天，这些子儿等一目棋，基本上一目棋都围不出来了。嗯。白棋实战是靠，嗯，对，还是让你这个尖争取变成后手，揪着你。嗯，靠好棋，嗯，正好是扳的时候，这一连扳。走不动了。走不动，这样的话，马上这个尖要变成后手。哦。所以这时候黑棋补回去。嗯。那等于中间黑棋交换了两下，这两步，这两步应该不亏，我觉得。嗯。因为他如果不交换的话，白棋有可能围得很大，直接拐或者直接跳住了，对。嗯。交换了。交换成这样，是战白棋胜。哦，白棋亮刀了。对，白棋，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吧。嗯。如果我们看，如果算黑棋就是能勉强都撑住目的话，现在目怎么样？这个地方就算白棋一会儿这个走到，嗯，再飞一阵，对，白棋上面一二三四五十五二十五三十目棋上面这块空，然后这个四十三目四四五。白棋如果加一刀的话，大概能有五十目棋。嗯，黑棋，黑棋这边，
这些是16是吗？这块是20。嗯，然后右上。嗯，这块是4、6、8，就是11、12、13、14、15、16、七亩还不止一些，大概18亩应该有。38。嗯。48、49、50、51、52、53、54、55、56、63，黑的大概有60来亩，所以说这期白的空是，如果这地方不想办法的话是不太够啊、哦。就是如果就正常检查、嗯、简单收官的话应该是黑棋稍微好一点的、嗯、对，所以实战白棋是踢进来了、嗯、这是一点搬、嗯、白棋搬这个、嗯、对，因为黑棋不能搬下面了，搬下面被一断，这个这就是一个基本手筋了。 对， 对，就现在我这个子儿好像要么就是这边被断开，黑棋显然是不行。对，吃这个，这这个好像已经不只是，就我这边还得忙活。对，这样的话白棋收获太大了。嗯，白棋一会儿这个地方点到这儿来了。哇，那白棋木反而比黑棋还多。嗯，那吃这个的话肯定也不能容忍，啊、这个、这个子直接就被割下来了。怒涨15目、啊，这完全这个木就一下就点起来就不一样。对，这可能瞬间白棋就逆转了、嗯、所以黑的这是搬上面，那白棋搬，黑棋粘上。嗯，这个时候的白棋顶是不成立的，是还是白棋顶这边白棋，他实战是选择顶黑棋就挡住、啊嗯、全都硬住，对，没用。嗯，好，我如果顶，因为我现在直接顶断是显然差一气，就你就黑棋就立了受气，大家都是四气，那我只有搬下面，下面黑棋就打吃力、啊、这个我必须吃。对，这样的话打一下回火、啊、这样我这黑棋外面一圈是我应该是杀不过你、嗯、对，我死了。哎，但是这棋白棋好像可以虎一个是什么呀？嗯，这样。哎呀，这地方虎一个，我打一下应该不会亏。尖。那黑棋是要尖吗？嗯。这样白棋跳是一个打劫了。那白棋可以端这个可以跑。哦。那。但是好像不便宜。就是黑棋还是冲了家，你断黑棋就吃掉，对，嗯，吃了，粘上，黑棋从这儿糊过来，你还得补，对，不便宜这样，啊、哦，这样整个你就没破黑棋几目棋，嗯，然后中央这个中央全薄了，对，是不便宜，哦，那白棋如果就是不顶这一下，直接这种顶了扳成立吗？这个肯定成立啊。那他实在是觉得不满意、嗯、他顶住黑棋顶住，嗯，那我这收获也不小，要不黑棋连扳一下，嗯，你这得连扳一下很麻，这样的话你其实没走到什么目，你如果吃的话，我只是想吃在这儿，但是中间就插手棋目，粘的话这被一点就没走到几目棋，我一共拉了3目棋，对，这样的话黑棋目数肯定依然保持领先，因为黑棋这个顶了之后这边就全呈上空，哦，就最等于这个地方也多了几目、嗯、但白棋实战是选择了从那边靠下来，他可能局部确实也没有很好的下法，但他这个靠下来我觉得感觉也没有什么细节，问题是啊，从感觉来看黑棋能飞到这儿似乎也没走到特别大的下法，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两步棋不太像陈阳叶的棋啊、嗯、这个时空损失太惨重了呀，我觉得这两步，嗯，我觉得这个结果还不如，对，还顶回来我跳一下，还不如你那个捞过呢，对啊，不知道。说这以后有没有东西？这个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想法啊？嗯，因为这盘棋我们也是现看的，所以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就是他现在已经收到了200多手嘛，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形势是怎么样。那当只能先看实战。然后黑棋就退了一个，打了虎一下，打了虎，白棋跳，黑棋就补了一个，像这样，黑棋贴了一个，哦，先贴的，嗯，白棋飞，这就连上了吗？有没有靠断这种？不，这白棋是走了一串，怎么觉得不便宜呢？嗯。我这地方不能断吗？总觉得像
就点也是新手，我不能对你有点想法吗？反正黑棋先补一个吧，本身这个病也很大。嗯，但是我感觉，但是如果被白棋先手收完官，这地方野位可能就更充分一点，我觉得也没。白棋后面实际上补了一个这地方。哦。说明他还是担心你这个地方，他大概有什么靠？我觉得。对，我总觉得这地方我这也有先手，我是不是手法还挺多？对，这靠完可能有一段。这我如果吃的话就不行，我就吃这个，你这俩就掉了，这不行。嗯，那我如果不能吃这个的话，那就吃这三个应该也盯不住。那这个很严厉啊，白棋怎么办呢？对，大概是有这个手段。白棋拱吃这个，你吃我这个，嗯，那这也很惨，但是对啊，这被先手抓一个木也是，很惨，受不了。还是说黑棋觉得形势不错？黑棋肯定是觉得形势不错，哦，他就不踢了。我觉得他劣势这个地方肯定是怎么狠怎么来。应该是觉得对形势有自信。黑棋一直是觉得形势不错，这棋肯定。嗯，再摆两步就可以判断黑棋啊，这边是这边白棋没走着，对，这边是之前点目的时候看成这样，啊，被黑棋飞到了，你看，那再飞到上这个，再去冲。嗯，然后白棋挖这个。嗯，白棋还去哪交换了一下？哦，交换了一下。啊，打吃了一下。嗯，打吃了一下。然后挖。嗯。然后黑棋也是挖是吧？嗯。这局局部的防守还是，嗯，很清楚，很清楚。提，这样黑棋是比单退的话，它等于把这个子拉回来了，应该还是有便宜，还是有便宜。嗯，然后顶黑棋就接，没有别的大关子。你接很大，因为这有一家。哦，还跟生气有关。对，哦，这挖吃基本上是先手。啊，嗯，太大了，必须要接。因为这下一手单本身也是逆四，逆收四目也很大。啊，白棋拐，黑棋点一下，踢掉。踢掉，嗯。白棋当初打一下也不亏，不打他。嗯，对，不打他直接贴在，直接贴在，贴了可以拱，可以拱住，对，嗯，打一下。白棋冲，我们再摆几步关子来判断一下。嗯，进程来看应该是，对，感觉黑的收的很紧，对，所以进程上看应该是黑棋应该是肯定是要赢了。我们待会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白棋搬虎，黑棋长，啊，白棋病，嗯，黑棋粘上，白棋搬。嗯，行，累，好，到这儿差不多可以判断一下。嗯，差不多。嗯，关子都也没什么太大的关子，上面那块白棋有多少目呢？还是三十。三十，那么就啊，我这地方加了几目啊？对对，这那最多能点三目吧？三目吧，三目挺满，三十三，三十三，三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七，三八，三十九。嗯。43，五十三目。嗯，对。五十三目。黑棋呢？黑棋是这个算顶回去，这是二四十四十十八十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这块是二十四，二十四这个地方是，一长的话是这三目没有了。嗯。打住的话是三目四目五目，这地方大概点两，这三目能点两目棋，因为刚这给白棋点了一目，差不多能点两目棋。哦，那是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六加二十四，四十。嗯，这是二十四吗？对。
再看一眼。四十分是七十分是九二十二一啊，对，二十四四十。四十。这个地方。四十，这地方粘嘛，白棋粘是、哦、对。这是白棋权力，对、哦。这是十目整。嗯，那就五十。五十的话，这是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十六。那这个基本上就很大了，对，盘面、这个、盘面实木朝上，对，关键是还该黑棋下，现在是该黑棋下吗？对对对，现在白棋刚刚立到这儿嘛，黑棋冲到这个，如果这地方还能再长一点木的话，就接近盘十五的优势。嗯，对，果然黑棋就把这个吃了，那这盘棋感觉陈阳也不是很发挥啊，嗯，我觉得被黑棋控制住了，不发挥，不发挥。从这个地我感觉还是上来这个局部损失就是被吃，损失太猛，损失非常惨重，对，我们可以再掰几步、嗯、这好像这棋盘就是这盘棋柯洁还是发挥的很出色，就控制流控制了，他就不跟你大杀大砍的，黑棋每步棋都下得很清楚，嗯，没有，这主要是黑棋实际一直领先啊、哦、这个柯洁没必要，对，我没必要主动跟你，对，他喜欢下这种棋，对啊、哦，就是实地领先，然后让你去围控，他再来到时候钻一钻啊，洗一洗，拱一拱，然后不够了就行了。嗯，那这盘棋我们差不多就看到这儿吧。嗯，对，那基本上可以确定黑棋有接近盘面十五目的优势，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可以是非常大的优势了。这个重要。总的来说，这盘棋陈阳也基本上不发挥。嗯，那就是从这个上来。被黑棋一爆吃之后，是不是就一直处于对这步飞？我觉得还是草率了一点。哦，当初他如果先点，他肯定先点怕损，他觉得黑棋会贴嘛。嗯，那我觉得他也好一点。嗯，他在飞，哎，对，其实我都没看这个引针是点到一下，是不是就引到？啊，点到一下就引到，点到一下就行。嗯，他就可以再飞了，这时候。是的。或者他尝一下，那尝一下可能也干不出来。他不用，这样已经引到、嗯、引到了就行。实战这样，因为这样的话，黑棋确实肯定要断。嗯。因为这样，你看这个局部。我们可以割一下这个地方。对，这个局部已经。是相当于什么呢？手术上来讲，黑棋是多两手。就加上这个子的话，多两手。等于一个，等于一个这样嘛，等于就是等于这样啊，这也很正常嘛，黑棋拆，对，然后你等于没飞啊，等于我飞起来，对，等于我飞起来补了一个，嗯，这边等于被你断了，可以看成是这样，对对，这样其实也很正常，对，而且白棋应该是亏了，白棋等于先去走这个被黑棋起来，啊、差不多这样，差不多、嗯、这样白棋也不亏，肯定也不亏，嗯、对，但就看谁损的多嘛，黑棋就损了一个这个。嗯，这步打很臭，比较俗啊、嗯。但他还是走了一步棋，大棋嘛。嗯，那白棋。白棋只要这个交换太损了，这边是靠了一下。啊、嗯。扳了一下，就是这样。那主要是这一下。主要亮。对。其实亮点是这一下。对，主要是这个掉跟那个跳，然后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几下肯定也是亏的。对。主要是这个挖，这个掉和这个挖，主要是不管怎么看，这两个组合拳，对、嗯，太损。也就是白棋的这个引针的价值远没有这个上面被黑棋翻出来的大，所以等于导致了白棋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那黑棋最后也是控制的比较好，对，嗯，应该是还没下完是吧，现在啊、结束了好像、嗯、我看到结果、嗯、黑中盘胜、嗯、那么在我们刚刚把那个后面还收了一些关子，但是无关胜负的话、嗯、我们这盘棋的解说就为大家带到这儿，那还是休息五分钟以后，石哥那盘棋估计正在激战正酣、嗯，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稍后再见。嗯。